阿嬷就我刚玩的啊。阿嬷其实很好啊，你们一个就两个轮流拿书跟法杖就好。哎、欸，不对，夜猫给阿嬷玩。哎、欸，不是、啊，阿嬷给夜猫玩。夜猫给阿嬷玩。你说什么奇怪的话？那我换。不对，因为我要让他体验一下。那我也换。放哪里、啊？控场。怎么放哪里？补血阵、啊。你就放哪里就讲啊。那飘飘你就不能玩那个麦斯威尔，我不能玩那个老头了吗？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个，没关系，可以再玩啊。只是后面补账妹会没有，就是看到两个阿妈在拿苏打了。不行啊，要给阿妈。那玩威尔森。可以啊，可以啊。好，可以啊，可以。秀，你要玩那只确定哦。我想知道这个怎么哦，好、啊，没有台而已，可以走吧。那个是最多工作的，你不能再挂机的，你懂吗？哎、欸，我们三个麦三个威尔森啊、喔，比较难，比较好活人啊，比较好救人。服务器我也可以这个威尔森是150滴血还是？这个是我的服务器啊。好，这个是我跟干爹们一起在玩。想跟我玩的话，现在马上订阅我，加入我的 DC 群就有了。我讲自己的、啊，我讲事实啊。对啊，的确，看你们难道没订阅我吗？这边就推一个没有我头像的话，其他都有头像啊，对不对？没有你头像什么？没有我，就阿飘啊，没有我的头像啊。哎、欸，他进来了。反正你阿嬷跟麦斯威尔前期有一本实话的书，就是这个老头也有，前期他也有一本实话，他就是放下去之后一秒钟之后才会实话，所以你要在放怪的前一个距离要预判先放才会实话。前面我会跟你们一起控场的，稳的。哦，秀跑掉了，秀怕了，他换一个，秀怕了，秀不敢玩了。我记得我有其他的衣服，哎、欸，繁星，我要怎么看我拿到什么东西？你拿到什么东西？你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啊，你不就是挂你才会拿到的东西是什么？你要回到这一个要进入伺服器的地方。对，你要学。有啊，我刚重进啊。哎、欸、啊，你没有拿到东西吗？没有啊。啊，你有在我的台吗？有啊。啊，你有？算了，我就是看你们玩不了通关才想要。不用啊，我是玩得很开心啊。没钱订阅，好，拜拜哦，拜拜。我也通关过啊，我只是想跟他们开心的玩啊。我有通关过好吗？我只是在雷而已。对啊，我在教他们玩。没钱订阅，没关系。欸、你要问，所以你刚刚回到那边也没有拿到东西。那你看，其实我根本没有连接成功，你根本没连接到吧？你看我的台下面有没有一个什么挂钩仪器用观赏直播可以接我的？有、啊，有那、嗯、还是有那一段字、欸。哎、欸，不是，没有。启用哎、欸，所以我要添加新服务器，是不是？你先去那个，不是 KLEI 那边啊。你要登入啊，登入之后，然后你要去点那个跟 Twitch 绑定那个。对啊，连接账户。对。哦。这两次。你登的时候是用 Steam 登，但是你进去之后你要跟 Twitch 绑。而且拜托，真的要通关的组合才不可能是这样子嘞、欸。我也是这样的。对吧、啊？真的要通关的组合，至少要一只威尔森，一个。哦。好，歌剧的女生。然后阿嬷跟麦斯威尔在两只坛，这样就可以通关了。还是再一只小丑、欸？怎么少了一个？看一下、喔，耶，华丽的羽量机背景。对呀、啊，谁跑掉了？等我要回去了。暴食者宝箱，连结在哪？聊天室。我刚聊天室重开，可是打错了。你也可以点那个标题下面那个连接，这里，你看聊天室，
New Twitch Drops 那个吗？对对对，你会看到下面有那个。而且他真的要来 carry 我们的话，应该也不可能啊！我们一次灭他怎么玩？对不对？真的。启用 OP 账户，打指令。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指令这东西。然后用 Steam 登录吗？对，用 Steam。然后嘞，然后进去。User info。对。对什么？对。哦，不是啦，我台还开着，我想说。哎呀。我台的声音还打开。哦，对啊，在跟台里面的我们讲话，跟过去的我们说话嘛。真的。你终于发明了现在还没发明过的东西。什么东西？时空电话。你是白痴啊！我。你们家选的什么麦斯威尔？我们这个模式是叫什么？熔炉。熔炉。我绑定 Steam 之后就可以退出来了吗？退出什么？你要挂我的台。有啊，我开着你的台啊。嗯。你要去，等一下啦，你要去 Link Account 那边，然后把你的 Twitch， 对，还是 Link Twitch Account， 对。你这样挂台才有用啊，不然登录。哎、欸，我不是机器人啊！不要钱，那蛮常特价的啦，而且买这个会多送一个序号，你可以跟朋友玩，你可以叫对方也出一半的钱，这样子。月钱 ，bra bra bra， 授权。绑好了，哎、欸，我是绑错账号啦、啊。你是有两个账号吗？对。有退去账号有两个绑错了吗？我看一下，是一杠还是两杠？这好像是两杠、欸。我现在登哪一个账号？哎呀，一杠的一杠绑错。绑错哎 ，remove account， 嗯，看得懂。买一送一的活动。买这个就本来就是买一送一啊，难道是买二送二吗？买一个东西搭 together， 又多送一个东西搭 together， 然后可以四个人一起玩，还是这个意思吗？啊，这样我可能只会放补位，会不会放实货？你要轮流放啊！你们看我刚刚就是在控场。对啊，我怕我石头放不好。对，要么就是，要么就是你玩 CD 加到最高，你就可以补跟石化轮流放。啊，要么就是玩补量流，就只有一个补量头盔啦。Go. 好了，那就走吧。然后再挂台。我玩 CD 了。没有，他就是标榜说跟朋友一起玩的那个啊游戏啊，他不会让你买了没朋友玩，你可以送给别人玩啊，别人要跟别人玩是他家的事，不跟你玩也是别人不跟你玩，那是别人的事，你不能强迫别人要跟你当朋友。你可以告白送他玩这个游戏，这不会成功。他就说好啊的时候，发现他学长也喜欢玩这个游戏。捏怎么直接断线？他可以连回来啊。是，刚刚秀不是也这样子？他整个断了、嗯，他是整个人断了，哦，不是整个人还在，整个人断了，他整个是拦腰折断的，我被霸凌了，好，左边封起来了，然后没有人打进来，开心哦，然后
不打哟。然后来，这时候就赶快用书去放啊，来不及了。你这对着他路径上放，哎呀，那个应该是阿飘放对的。What？ 那个是我放的。哦，阿飘你放错、哦。你羞不羞耻啊？啊，对啊，怎么了？冷却头，冷却头，你现在是要冷却头，快去拿！冷却头，阿妈或是谁想玩空场的拿？谁给我空放那个？离这么远、欸？看看冰山说什么？我卡住了游戏。啊，他站在路中间了。没关系，没有怪理你。你没有存在感。然后来，这时候马上放，放路径，放路径中前面。有有有，下面有行行行。没有，有了，有怪在偷探冰山。我去啊！他跑掉了。这人好没品啊！留怪给我们。时候、哦。好。还可以吧？行。哇，行，这时候就如果人敲掉的话，你一定骂他，信不信？而且不是敲我的那个，你知道就是敲你的那个啊。你知道玩控场的人看到被敲掉是那种心情，是真的是真的是玩输出的不会理解的，好吗？你最自私的人，我会理解我们。我看你们玩。不行，去死！你可以进来，你可以回来、啊，你可以回来啊，你可以回来，你可以回来啊，可以啦。没有啊，我进不去啊。为什么？该说刚刚回得来没？你通知几次？我刚刚也直直前面回不去。你现在身上，你是不是现在有开着 mod？、啊、你先，你暂时先把你的 mod 禁用掉。我的 mod 啊？对，你先禁用掉，因为反正现在不玩生存，你就把所有 mod 先禁用，你下次要玩生存再开起来。然后这时候打有没有？为什么一直打我？然后等下会掉补账，掉补账后就是放在正中间。冷却甲。烟烟。哎、欸，不对，我把快补血，快补血，快补血，快放，快快补血，快补血。捡起来，放中间。会是中文。中文其实没差啦，粉角进来你也没有什么中文。左边封喽，可是你太早封了啊，大哥！就说要集中在中间一次弄啊！石化，石化，石化，石化！哎、欸，你怎么没石化？不是我，我刚用了。不是要石化，有石化最多的嘛？好痛啊！我回来了，你回来，赶快救来，赶快救来！你衣服有没有穿起来？没有，没有。你不要裸装到处跑哦！他裸奔啊！不行，我血量快不行了。快补血，补血，补血！好痛哦！补血！阿妈或大叔，赶快补血！啊、不要拿着法刀发呆！不要！他立马起来，还是他是写该师傅弃已满员？不可能，不可能满员十二人。有可能是我把游戏整关掉，有可能是因为 mod 的，哎、欸，不对啊，不对啊，可是这个 mod 就是让它扩的，有时候又掉一本书了，书是我放的，书是我放的，你放起来的，订阅 mod， 没有没有，这不需要订阅，这是伺服器而已。哎、欸，对了，欸、让毛讲，有人在追我，救命哦，这边哦，右左下靠，嗯。左边哦，让我进去。哎、欸，赶快石化、哦，这边是会有放那个哦。左边先放一个，或右边先放一个石化的，满放。哎、欸，你们是很有默契，要不要在一起啊？来不及了。你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啊？帮我把这只打掉。右边哦，右边有补血。好好好好，不行。好了，停。快睡，快睡，快睡。停。
然后再放一本，再放那个，应该来得及吧？移速的，移速的那个，一次头，一次头。因为你这时候的话，我就会放在怪群下面，那反正他也被死了。哦、放在怪群下面。哦。对，你看那个，因为那个是远程的，你他这样就睡不到了。远程的人去把那个石头弄。然后石化。哎、欸，你看，就是。打树打了。要打我？有啦有啦，有石化打。哎、欸。他真的不让我进去。那你挂台吧，等一下再，等一下我们马上结束出去找你。中间哦，那我来吃我的挂包。再来吃啥？好想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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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快赶快去石化。冷却夹哦。哎、欸，我手刚有人把他打醒。先打猪吗？好。别一趟我们。有人在追阿妈，有人在追阿妈。中间补血哦。我要吹嘞！不要在，不要站在外面吹那只、個啊，那只会那个，那只会讲。好好好，可以可以。他不是会在中间召唤那个，还有吐那个毒。这不会吐毒啊？那只不是会吐那个绿绿吗？那不是毒吗？八十五趴，谁要八十五？谁要八十五？舌头，舌头出来。只剩你是补了，不是补，只剩你是弹。锁一下，锁一下。右下这边有补血哦。哎呀，死掉了。飘飘会有飘飘。哎，飘飘在下面。好、哦，留那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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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飘嘞？有了，有了，再救。再石化它，再石化它，再石化它，马上石化。好、啊，完了，阿妈被打了。平山，我看到了。好不，那就给我。哎、欸，十趴，冰山，你看不要改这个，冰山你改这个，冰山你改拿推荐，对，那，冰山你改拿推荐，好，然后去石化，哎、欸，等等，我引过去，那，我用好左边的，好吧，我想说可以拉，可以是拉五个，还有飘飘啊。等一下我打完之后好好、欸、我没有动手哦、喔、我没有动手哦、喔、你看追尾来来我引过来我引过来还有实话吗中间哦中间哦补血一下哎、欸、你就是不就是不能这样子哦好我拉走后人我拉走然后你们去救他我拉走了你们去救他哎、欸、为什么他刚刚那个走进来的可以死他们都这样子啊，哦，就是刚好压在那裡。我没有断招，我把这群拉走，不要不要，你们不要，你们打下面就好。我看一下我的书，哎、欸，我的书不见了。这群我拉，这群我拉，不要，好。不是我跟你讲，上面这只也快死了，也快死了。阿飘，你去拿补杖打嘛。哦，对哦，所以我想说有人要补账哦，你用补账吗？你跟阿妈，你用补账啊？我拿书啊。重点来了，我很难抓了，抓了，多钱了，多钱了，多钱了。哎，中间。哎，好痛啊、哦！哇，有人打到了，我又睡着了。中间来知道、哦、啊，对不起，原来是我拉错了。没事没事。哦，转圈了转了，哎、欸，左右跑，不要，他这样就左右跑。啊，哎，我站在我这里。他会跟你直线冲，所以你要左右走。好了，佩佩起床。我、哦、了。来中间，来中间，来中间。他没有起来，你这样打也没有用。
算了，这团。啊，我没有那个，但是他在我这里。你是不是？不在中间了。直播哦，哎、欸、，sorry 啊，完美的被打死。直播哦，有我放出来了，然后我打。哎呦，不要再打了，干！直播哦，完美哦，救人救人救人先救人。来到石化哦！我怎么换到这个呢？我、哦、干，他挡住我的书！我、哦、操嘞！空白键啊！空白键！空白键、啊！哦！来到石化哦！哦，爽、哦！有没有可以断他？有没有可以断他？貌似是追我哎、欸！你没有是追我。你有的断，你加油不？哎、欸，死了死了！哎，真的是那种要完全不能相信队友的方法哎、欸！啊，跑啊，跑啊，石化、啊！看我那个还在 CD 有没有？啊啊！哇！走了一只，我需要补血。物理兄。你们推荐也可以拿物理啊，因为我现在拿是防御的。就你拿。这两只好可怜哦。对啊，其实 CD 够就好了。CD 够高的话就可以就这样子啊，就这样子玩的、啊。转了转了。治疗效果，治疗，拿法杖的，等一下就飄等一下阿飘就换了啊，等一下阿飘就要拿那个龙岩法杖了。哦，你要等下一波吗？等一下我想补。好啊好啊，阿飘阿飘再补一下。他可以先带花环补啊。嗯，完，然后满血的，你怎么的？你们可以再等一轮呢、啊，我再补一次。可以怎么跳舞？哎、欸，完美！刚好再等一轮嘞。他妈的！好了，我应该可以补满。好了，你可以去把它解决、哦。这个感觉真好。好了，可以换了，可以换了。啊，你那个捕头给那个给谁啊？谁是阿妈？六趴的有人要吗？哎、欸，你是拿补的还是 CD 的？我拿 CD 啊。哦，因为等一下会有 CD 头，那你就再撑一下吧。哦好、啊。等一下先石化。那个有一个85的，有谁要换85的可以换我，再换另外一个。右边已经说了。有一个像有左边我石化哦，等，嗯，我可以一次集中这样子，你看，哦，好，好啦，随便打吧，不随便打、啊，哎、欸，哇，谁没说？哦，
通常你还不说。左边石化、哦，这个八组的里面要穿的、啊。石化哦。那你们好像都远程，都不太会那个。来，小怪这里补血哦。这里怎么那么多人啊？飘飘中了，飘飘补血。补血，补血。去哪里？飘飘解毒啊！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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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了。没有十号吗？有十号吗？有十号吗？死了！有了，有了！啊，十号了！狙！哇、哦，对呀、啊，有十号、啊！不是，就是有十号了、欸，一般都会有的。我忘了，没有，我忘了。你去，你去，你去！哎、欸，他还在追你，他还在，等下他还在追你。死了，我死了。等下，等下，我在努力了，我在努力了。你再绕远一点。上面的十号哦，上面的十号哦。干你不要追啊！骂了我操嘞！去死！干他还在追我啦！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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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拉个仇人那么难啊？一个路哎、欸。左边石化哦。不是快死了。哎、欸，干你站远一点，那个真的要站很远。是哦，好不。嗯他施法时间会跟真的比较紧，哪一只啊？哦，我被堵到了。哎、欸、堵了，堵了。左下有补，左下有补，左下有补。然后冰山叫阿飘，冰山叫阿飘。我走下走下走。秀秀，上面这里我石化。你还行吗？可以。肯定中毒呢。你中毒呢？可以。还好啦，补血的说一下。哦，好血！他放那个火的也先问一下。对啊。来补血哦，右边哦。干，你叫的是他妈的！收手收手，阿飘先收手，有人要补状态。不然他毒一次毒几个呢？十号。全部哦。好，打这只了。秀秀，你穿那件八五的，你有你的书了吗？我的衣服一没没。衣服啥？不要追啊嘛！靠我啊！我只是捡个书而已。那个七十五加五十，那你穿回去原本的。舌头，你的衣服是怎样？我现在是七五加十八的。我靠！好，小怪这里补血哦。不要打怪啊！舌头没有，舌头回一个吧。哎、欸，我另外一本书嘞。石化哦。碎啦！碎啦！哦。哎、欸，看要不要留这只啊？留这只，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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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血。补血。你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那个物理。好，我自己换，谢谢。我等一下把石化哦。啊，法杖还有一段时间，我捡书。因为可以拿哦。我在捡这本书。捏捏吗？哦，放这边。我想说什么原材料？去死啊！来哦，等一下补血哦。然后夜猫跟你讲，等一下你去石化左边或右边选一边，我去打另外一边。好，因为等一下是蝎子跟乌龟。你也把他打死吧。等一下石化，我去右边吗？对啊，我石化左边这边的。好，那我们打右边的吧。好。走啊。基本上是他一出那个闪电。对。OK， 有了有了。先打蝎子，先打蝎子。我看，完了，下面没有，
有没有站？有没有可以站到？你要赢小 boss 哦！哦，下面是小 boss 哦，我忘了。转了，转了，转了。啊、等一下。哦、啊！还有补血哦，补血。这真的好 lag 哦。可以边在中间边捞。有小怪，救命啊！你可以帮我打那只一下。生命回复，生命。有没有哪一个会吃到伤害的人？小小带了。